大家好，我是丹尼，今天的主题是最强世代超级御三家，那么就让我们开始吧。好，那么礼拜六周末将迎来大家最期待的第三代御三家的超级进化，那这三只角色将会同步的登场，所以我们今天会来看一下活动内容以及这三只角色在游戏里面的定位。好，那首先我们先带大家看一下活动的内容，这次的主题叫做风原超级团体战日，将会在12月3号礼拜六下午2点到5点期间。那活动内容就是在超级团体战中会登场的超级蜥蜴王、超级火焰鸡以及超级巨藻怪。那打完这些头目之后，玩家们可以捕捉到他们进化前的形态。而比较特别的是，捕捉的时候将会有社群日的招式、疯狂之物、爆炸烈焰以及加农水炮的获得，而且异色的几率将会提高。并且当天转道馆的话，将会获得5张额外的团体券。不过如果你觉得这些加码奖励都不够的话，你可以氪金了，这边有专属入场券，只要花5张美金左右就能够购买解锁加码奖励，那额外会获得6张的团体券，获得差海楼堂的几率也将会提升，那跟团体战有关系的话，就是经验值将会增加 50%， 团体战精诚获得也会加倍。但是专属入场券的活动时间将会从2点到当天的晚上10点期间才有这些加码的奖励，所以玩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进行购买。好，那我看完活动内容之后，我们今天的影片重点将要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一次活动内容的风原地区御三家超级进化后到底在 Pokemon Go 里面的实力如何。好，那首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蜥蜴王的进化型，它在一开始的时候是木手弓，用25颗糖将会进化成森林蜥蜴，再用100颗糖则会进化成三阶的蜥蜴王。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超级进化后的超级蜥蜴王。超级蜥蜴王跟蜥蜴王不同的地方在于它的体质的上升以及属性上，从原本的草系变成了草跟龙系，当然的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属性上的变化。我们这边也补充一下上图没有讲的部分，蜥蜴王如果要进化成超级蜥蜴王的话，要使用超级能量200点，那第二次进化只要40点，火焰鸡跟巨藻怪也是相同的。在活动开放之后，玩家也可以点击蜥蜴王的界面就能够看到这些数据。然而超级蜥蜴王在进化之后，它的体质上升幅度非常的明显，从原本的 CP3117 变成了4585，可以算是跟神兽媲美的。那攻击力的部分的话，突破了超梦的300的大关，但是防御跟耐力组合起来弹度看起来是稍微偏弱的。不过如果我们跟大师联盟常见的几只龙系跟草系比较的话，草系的话我们列出来是妙花跟萨路德，可以看到超级蜥蜴王确实攻击力非常的高，但是坦度比他们弱上许多，所以他是一只比较讲求攻击瞬间爆发的角色。那他的攻击那么高，当然的我们在龙系的部分就要比较一下同样攻击很高的角色，也就是裂空座。裂空座的攻击只有251，当然的是比不上超级蜥蜴王的，但是玩家也别忘记裂空座在未来也是有超级进化，攻击会再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可以看到目前超级蜥蜴王攻击确实蛮强力的。不过玻璃炮的体质可能在对战中比较难发挥就是了。然而蜥蜴王在招式组合配置其实一直都是非常完美的，它本身有一个高蓄能的种子机关枪，再加上它的大招有两个非常短能量 DP 也很足的龙爪跟夜刃，那玩家可能会认为它很难打钢系，但是它这边有地震可以去处理，所以它在招式组合配置上加上它本身高攻击力，其实在对战中也是能够发挥出不错压制力。但是现在的问题来了，超级蜥蜴王原本从草系变成草跟龙系之后，弱点多了非常多种啊。抗性的部分的话，其实并没有提升到太多，顶多就是多几个双抗的。那在这边招式组合配置上，其实也没有办法有效的去抗衡目前所怕的弱点。相对的，让它本身疲弱加上弱点多的情况，在对战中其实容错率不算是太高，是我们如果要拿来打对战比较严重的问题。不过它的攻击确实非常高，如果我们从团体战 PVE 的输出伤害来看的话，可以发现到它在草系的伤害量竟然排名在第一名，比起我们的旧极异兽紫玉剑来得高啊，算是一只灌起来也绝对派得上用场的角色。那不过超级蜥蜴王本身并没有龙系小招的关系，所以我们并没有把龙系的伤害量放出来，纯粹的提供草系的伤害量让大家参考。那这边的话，丹尼认为其实超级蜥蜴王因为它的坦度加上弱点属性太多，所以它其实在 PVP 很难用的情况下，玩家可以比较使用在 PVE 的部分，算是在 Pokemon Go 游戏里面比较适合它的一个定位啊。接下来的话，我们要往火系的御三家火焰鸡来看。最初阶的话是由火炙鸡开始，原本的火系进化之后变力装鸡，变成火跟格斗，再进化一阶上来就变成超帅气的火焰鸡。那如果在这一次超级进化之后，则是变成超级火焰鸡。实际上没有变化，还是维持着火跟格斗系。
那它的数据的话，50等 CP 原本是3219，超级进化变成4704，也是蛮高一个水准。那攻击力跟坦度的部分的话，可以看到其实跟蜥蜴王是差不多的，攻击很高，但是坦度是稍微偏弱。那我们把它放上大师联盟火跟格斗系的角色来比较的话，可以发现到火焰级的攻击确实名列前茅，甚至比超级喷火龙 Y 来得高。不过坦度依旧是他心中最软的那一块啊，可以看到四只角色里面他坦度是最差的。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到超级进化的两只角色都比传说宝可梦莱西拉姆来得厉害，相对来让莱西拉姆的处境非常的尴尬。至于如果跟格斗系的角色比较的话，丹尼列出来是暴击尾，暴击尾的攻击明显的没有比火焰级来得高，但是坦度也是跟莱西拉姆差不多。所以玩家如果想要打一个攻击型的角色，火焰级确实是你一个好选择。不过要发挥出一个良好攻击，势必在招式组合上一定要很强的。火焰级这边拥有不错的双倍凤凰跟火焰漩涡，但是大多数还是会选择双倍凤凰，毕竟数据上是比较漂亮的。但是比较可惜的就是火焰级的大招并没有办法让它五下出一击，最快的出招至少要12踢才有办法发挥到火焰踢这一个招式，这比较明显的就是会影响到它在对战中的压迫力啊。不过它还有不错的第二招配置，像永梁猛攻一个高伤害的打带跑，或者是坚实攻击能够直接反杀飞行系，这两个招式对于火焰机来说逼盾的空间也是很大。至于射权力招式爆炸链虽然有一个不错的 DP， 但是因为爆炸链能量需求实在太高了，对火焰机来说没有办法撑到它爆炸链出来，不如选择短能量火焰梯，再配合着其他招式在对战中会比较实用。火焰级在招式组合压制面还算是蛮广泛的，不过比较可惜的是它弱点里面只有坚实攻击能够去打飞行，其他的属性的话并没有一个直接的压制力。但是它比蜥蜴王来得好的地方在于它的抗性比较多啦，所以它在对战的容错率上来说是稍微比较好一些。然后因为它攻击很高，加上它的招式组合也很万用的关系，所以我们要比较 PVE 的部分，可以看到它在这边火系目前排行榜第一名，非常厉害，毕竟有火焰漩涡跟爆炸链啊，现在目前招式里面最万用的。然后延伸到格斗系的话是稍微比较可惜啦，是因为他的大招里面就只有蒸汽弹这个招式，并没有办法像路卡利欧拥有波导弹这么强力，导致他的输出伤害量是比较低一点点，但是还是排名在已知未来格斗系排行榜的第二名。那么在看完火焰机的数据之后，应该可以发现到它确实比蜥蜴王在 PVP 更好用一些啦。不过因为它的弹度确实没有这么好，相对的是吃玩家的操作技术，但是玩家如果发挥得好的话，其实它也算是蛮强的。那 PVE 的话就不用讲了，毕竟火系跟格斗系的前段班啊，玩家灌起来是绝对 OK 的。再来最后一只的话，我们要讲到的是大家最期待的巨藻怪。巨藻怪一开始是从水月鱼进化上来变成藻月鱼，获得了水跟地面系，变成巨藻怪之后再来一个超级进化，让它整体的实力更加的提升。巨藻怪原本的弱点在于它在大师联盟使用的时候体质是比不太上神兽，但是超级进化之后你可以发现到这边攻击提升，防御力也提升， CP 甚至快要达到5000啊，硬实力上来说直接碾过了所有神兽啊。其实能够对抗超级巨藻怪的角色不多，除了我们在右手边列出的草系宝可梦之外，还有一点就是你要有办法抗衡他这个射群日招式加农水炮，不然他的出招速度如此之快速，体质又强，说实在的没有一只神兽能够扛得住他。那从体质部分来看的话，巨藻怪其实也没有到顶峰啦，因为他前面还有一个 CP5332 的超级暴力龙。超级暴力龙在攻击跟弹度部分以及体质综合值都是比超级巨藻怪来得强一点点。那我们巨藻怪本身拥有的水跟地面，我们这边列出来是瓜多以及盖欧卡，可以明显发现到这两只角色根本就是比不上他。但是玩家们也不用太灰心，毕竟在明年2月的时候，这两只角色即将要原始回归了，实力上肯定会再突破一个档次，到时候我们会来分析一下。所以照目前的情况，其实超级巨藻怪确实是蛮强大的体质。除了体质之外，巨藻怪恶心的地方还有它的招式，毕竟你一发射击这个高训练的招式，配合着加农水炮的快速出击啊，几乎没有人有办法平伤去扛你这个超级巨藻怪的伤害量。那在第二招部分，我们是比较推地震啊，属性打击面更加广泛之外，还能够应付非常常见的杠系。而乌尼波的话，虽然能够打他自身所怕的草系这个属性，但是因为乌尼波本身没有属修，伤害量可能也不太够，所以我们是不太建议大家配乌尼波啊，反而选择地震会比较好一些。那么巨藻怪水跟地面的属性可以说是非常的优异，在弱点的部分只会被草系给双克，但是在大师联盟草系偏少的情况下，它的克星就没有这么多。那我们的招式组合水跟地面的配置的话，比较担心的话可能会是快龙，但是快龙也会被超级巨藻怪的体质直接给压制住。
所以巨爪怪集结了体质、招式以及属性的三大优点，你能说它 PVP 不好用吗？然而虽然巨爪怪并没有像火焰鸡或者蜥蜴王攻击那么的高，但是已经足够了。它在水系跟地面系也有一个非常好的输出量。我们从 PVP 团体战的部分来看，在已知的未来中，我们仅仅只输给还没有登场的小智等蛙。那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暴鲤龙的攻击确实赢过超级巨爪怪，但是因为招式组合的部分，超级巨爪怪比较占优势。所以如果你看影片的当下，你要命超级巨爪怪为水系伤害排行榜第一名，可以说是没有问题的。不过来到地面系就没有这么顺遂啦，毕竟他没有射全日招式是地面系的，只带着泥巴射击以及地震，在地面系还是有许多角色比他强。目前生态里仅有这个灵兽形态的土地云攻击比较高，那未来的话，超级进化的利奥乌沙以及原始回归的库拉多攻击力也将会赢过超级巨爪怪。不过就算如此，超级巨爪怪还是能够在地面排行榜里面排名在第四名，水系跟地面都如此强劲 ，PVP 又可以用，你能说巨爪怪你可以不练吗？那么来做一下总结吧。我们可以看到第三代的超级御三家真的非常厉害啊，他们都是各个属性中的霸主，虽然有些角色可能弹度比较差，并没有办法有效的在 PVP 完美的发挥，但是齁，我们期待的超级巨爪怪还是没有让我们失望啊，本身有着体质、招式以及属性，在大师联盟对战甚至能够把神兽当小朋友在打啊，这也就是他们厉害的地方。所以玩家可以趁着超级团体战日的活动多捕捉几只，把这个超级能量补满一点，到时候团体战或者 PVP 都可以再次使用。那么今天的影片就提供给玩家们当作参考咯，我们下部影片见。